你是要去杀人罪，你刚裁定羁押？无可能啦，迄人哦，不是出门杀的啦，你养着人，你放开啦。那不是有禁锢？检察官哪会裁定羁押？你想要被关啥？我嘛无管做啥代志。我这肯定也是我心背的，心背是我安怎，叫你入就入，进去。我有看过一挂电影哦。啊！内底的厨师哦，毛失去味觉呢，然后伊就刺一挂，哎，刺激味觉神经的疗法，然后伊味觉豆豆菜都转来安尼。我查掉啊，这里接生的是一位护理师。那伊即马到店，我是要家己食面的。在等我来呀嘛！那呢，我问你，你今仔日几点会回来？小文，你等一下，我接一个电话。你即摆出门，阿姨嘛叫我关起来。我即摆身躯边的人是愈来愈少。啊，你着让妈妈的心态稍微调过就好啊。妈，你即摆到底是在讲啥？但是不是你做的，那咱何里继续关在这？伊绝对是无辜的。阿那无，根本是说的。世间情爱使人流连，可惜命运错在咱。恩情泪。红尘茫茫袂醒，秋风也有甜稀微。人生可比那走不停，思念是梦中的海。答应我。